就是起个小泡，没有起太多的大泡，技术不到位，干啥都不行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终于下雨了。下雨天哪里也去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啊，下雨天哪里去不了，我想把这个冰箱嘛放在这里，也是很碍事的，所以要把这个冰箱给清理了嘛。因为买了新冰箱，就不用这个冰箱了。这个冰箱要拿下到下面去放去了，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理出来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看这里清理出来的满满一大盆，这腊肉，哎，几块，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肉皮太多了，这个肉皮啊，今天我要把它煮了。哎呦，把它解冻了。解冻，把它处理。哇，这一头我以为是那个肉皮啊，不是啊，那个那时半脚杀猪的那个猪油啊，猪油来的。所以等下要把它炼了，炼油了。哇，这么大一坨，你看。要全部要把它炼了，把它切了。哇，满满一大锅啊！要把这个油给炼了，炼出来就好了。哇，这个挺多的油哦，可能有一大碗啊，一头猪的油，可能有一大碗。炼出来这么多油，油渣要一小碗，够吃一段时间了。这个把它打出来了。今天呢，我想拿这个肉皮来挑战一下，第一次尝试嘛，做大泡肉皮，看看今天能否做成功。现在把它洗好了，把它煮了，现在开始。现在要把这个肉皮给煮了，倒水，姜、沙姜，还来两颗八角，放了两三颗，放上肉皮，哇，这么多，盖上锅盖。已经煮好了，拿出来了，泡一下冷水，把它冲洗好，就把它切了，可以了，把它切，把它切小块就行了。已经切完了，你看有这么多。有一大碗，现在我准备调点料了，放点酒，放盐，放点醋，把它抓拌均匀就行了，把它腌制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。好了，把它腌制在这里一两个小时，到时候再下油锅。
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热锅烧油，放上油，现在油进入成热的时候，放上水滴，最后锅了，也可以了，稍微把它定型就行了。现在把油温升高，还要复炸一下，油已经冒烟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看一下。这个还没有，那个刚才腌制的时候没有够时间，那个泡泡没有起得太大。如果腌制够时间的话，那个泡泡还要大一点，还行。漂亮。这个翻船了，没有起大泡。腌制的时间不够，哦，像这个就好嘞，来，像这个就起大泡了，像这个就漂亮了。这个技术可能还不到位，还希望朋友们多多指点哦。没有起好，这个大炮没有起好，像这颗的还可以，有几颗起了大炮，可能是腌制问题还是什么？你看像这个，像这个起了大炮很好，这个也是。好了好了，不错。就是起的小泡，没有起太多的大泡。技术不到位，干啥都不行。盛满一大碗，怎么装啊？